佳节将至，辞旧迎春。为讨个吉祥如意，唐人街戏楼的老板娘请来了民间艺术戏班来庆贺新岁。此时的戏班众人正在为除夕夜的皮影戏《神女飞天》忙前忙后地张罗着。招财和戏法师傅抬着一个大箱子向舞台方向走来，小班主心想：爷爷这第一副影人就是这神女，今晚我定要全力以赴。待招财打开箱子，却听戏法师傅大呼一声：神女的皮影怎么消失了？众人围拥上前，面面相觑，戏楼里一时间炸开了锅。临近演出，皮影神女却不翼而飞。小班主焦急地来到大堂，找到了老板娘求助。今日一直忙于招揽生意的老板娘自是没有嫌疑，厨师也表明自己一直在忙活年夜饭，从未见过皮影。众人将怀疑的目光转向了店小二，他思索片刻，说自己从未接触皮影，但今早有两个人曾来过戏楼，兴许他们见到了呢。